天睁开眼都有你在身边。灰太大了，就在那个房屋买口罩。我觉得没有灰。但是我这个装不进去了。我的茶叶。我这边有辣椒，我带了各种辣椒，有这种脆辣椒，然后有这种湿辣椒、油辣椒，然后有自制的辣椒面这种，因为我怕在里面节目组就是给那个盒放点蛋，我口味比较重，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些辣椒，对，然后我妈妈也给我做了一些鸡过来，然后这个像这个是油，哇，这个最好吃，油辣椒。带油的那种，来看看我们这个，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衣帽间，是不是很直男？原本其实刚开始还是挺客气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。这是我们手秀的衣服，收拾一下。这裤要当然了，这个。哎，这个辣椒，这么高超的。啊，这是花生辣椒。辣椒酱。啊，这辣椒酱，特产辣椒酱。哇，我带了点多啊，辣椒。一个那是鸭子面。这次的东西是我还挑。哈哈。那是蒸汽眼罩，蒸汽眼罩，有好多蒸汽眼罩。蒸汽眼罩是干哦，就睡觉的时候戴的。你一次就会。哎，我样子啊。眼老对。买了好多翻译。我看你买了好多隐形眼镜，护理液。护理液，然后。不过你那个东西真要买多一点。滴眼药的，还有洗眼睛的，还有蒸汽眼罩，还有什么？没错，真要买多一个，万一用完的话，啊，不过我觉得里面应该也有戴眼镜，用完会解像什么戴眼镜。大功告成。